谢谢。等会儿，苏三。OK， 是这样，我非常感谢搭了你的顺风车，但我现在要上班了，要不你回家？谢谢。你可真把我当司机了，那我是专程来找你的，你不能连饭都不请我吃吧？吃饭？啊？你没吃早饭？没有。哎呀，太不巧了。我要上楼换一套衣服，然后上班，我现在来不及了，要不咱们下次好不好？ 我帮你换，要不我帮你换？不必了，你真会说笑。没吃早饭是吗？嗯。好，我陪你去吃早饭，吃完早饭你回家好不好？好。走，来，上车。哟，沈记者，你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是来看我的海报，还是想找天宇给你开后门？ 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俩。乔总监，我今天过来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决定退赛。退赛？是。你退赛？谁给你这权利退赛？我退不退赛和任何人都没关系，我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。你不能退赛，你这样就是不负责。是我不负责任还是你不负责？ 我以为你会对小芳负责，但是现在看到我应该是错的。你什么意思吧？我什么意思我不明白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半途而废的，懂吗？他懂，没错。沈大模特，你要是退赛了，太可惜了。你想啊，这么大的一个比赛，那所有人都看着我呢。你要是退赛了。 少了一个那么好的陪衬，让人还怎么知道我有多优秀啊？而且你不是一直想凭着这个比赛飞上诸多变凤凰的吗？苏三，你放心好了，天宇哥哥，我这人很念旧的，我也很大方的。到时候比赛的奖金一分不少，全都给你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，奖金还是留着自己。 吃饭。Susan， I'm so sorry， 我开个例会，改天好吗？改天咱俩再约。真对不起，谢谢。每次碰到你都没好事儿，干嘛来了？说好的吃饭的。